好，下一个动作，噔噔。哇，老师你好快乐。这个呢，就是一定要挑战大家的信任。信任。啊，老师，这正是我们恰恰没有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底下这个人的大腿力量一定要足够。大腿，我浑身就有个大腿了。那可以的，我觉得你可以的。 一会儿你的脚就长死在我的大腿上，好吧？然后我就是锁住你的腰，好吧？然后一定安全第一。好，我来当一个不靠谱的保护的人。哦。要不我给你搭个垫儿在前面吧，就要放在前面。这稳吗？不太稳，危险。两个有点秃了。 哎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对，来来来，你要扶我，我上了，上上，你扶，这就扶，就行，我先，我慢慢能起来，好，这样你核心收稳，我会慢慢往上骑啊，好，别动啊，我起来了吗？我没起来是吧？我感觉往前起了，一点没动是吧？ 好，没事没事，我要起了，我要起了。哦，哎哎，我起来了吗？没有呢。凳子还在吗？对。我要起来了吧？哎，那个，珊姐，珊姐，凳子抽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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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了，我就说今天没啥使劲儿啊，在这儿等着呢。最后一个动作，还有啊，这是啥样啊？这是，就是一个星星。这样，珊姐，你要喜欢星星，我给你演个星星。我也可以。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下一课了哦。今天大家开心吗？等会儿，珊姐，是下课还是下一课？你说清楚，是不是有几个连读？和那个，我心里有个数，就下课了是吧？那就下课吧，下课，下课，下课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太厉害了，姐姐姐姐，哎呦，太厉害了，拜拜，珊姐，拜拜，好。拜拜，那就没什么，我就现在腿一点也不抖，那我就先进。突然间觉得当一个大猩猩还挺快乐的。